少年乐团啊，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非常美丽的天使啊，带来很好听的音乐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父神，孩子们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让我们在这里聚集。主耶稣，我们要一起来跟你说，主耶稣，我们真是很感谢，我们是成为你宝贵的子女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要为着我们华语堂的人数倍增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昨天让我们有华语堂有十位同工，我们一起到埔里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华语堂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参加退休会，我们参加我们的共事营，我们共同有一样的看见。我们希望我们华语堂的人数能够在神的带领里头人数倍增。我们也期待我们有合一的心，我们来共同服事，我们来单单仰望耶稣，让我们有共同的心念，我们有一样的意念。所以说我们虽然跟台下的台语堂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，但是我们崇拜的是同样的一个神。神，你真是让我们看到，因为你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，也让我们在主耶稣里头我们有平安有自由。神，你真是要带领我们的华语堂，让我们在这里头我们有大家愿意一起来服侍神的心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的华语堂放在你的手中，你每一样我们欠缺你都来补足我们，包括我们欠缺同工，我们欠缺牧师，我们欠缺牧养我们的人。主耶稣，这每一样你都要来帮为我们来帮补。主耶稣，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也恭敬仰望，将放在神你的手中。你要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员撒杜牧师的口，让他所讲的，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得到充充足足的预备。主耶稣，我们有许多的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神你也一样的来看顾他们，特别是在最近天气都很变寒冷，你也让那些身体没有身体不好的，主耶稣，你也让他们在家里有最好的一些照顾跟安排。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，神你也一样用圣灵来催逼他们，要叫他们快快来到我们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恭敬仰望，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你亲自来带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得胜的名求，Amen。 我们一起来念主的祈祷文，预备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Amen。 好，我们接着要来念圣经。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二十三。单数节由我来念，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哈。来，第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到永远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”来，二三九，我们一起来，预备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好，真的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今天的讲道很特别，我们请到的是台中原住民大专中心的撒杜牧师。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。